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218面第二行，第二行从头看起。又日西思云：圣道助教，离世圆融，一是各篇，一起顿机难得也。是以教虽圆顿，忘记自成见，净土言圆顿者，于圆满速记理。我们看这一段，日本日西斯在他的《无量寿经注解》《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到，圣教、圣道，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的教学。49年所说的经论很多，在理上讲呢是圆融的，方法呢，世尊是随机应变。因为佛讲经教学跟学校上课不一样，学校上课的学生程度很整齐，所以很容易教。那么佛的这个讲经程度不整齐，里面有菩萨，有声闻，有水平很高的，有还初学，还有不认识字的，所以程度参差不齐。那么佛如何教所有的人听经都能得利？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佛能够，所以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不但都能听得懂佛所说的，我们知道佛教这个团体它是多元文化，不同的国籍，不同的程度，不同的言语，不同的文化背景，大家都在一起上课，这是从前李老师讲，这叫大讲堂不是很单纯的，这个讲演叫大讲座能令一切众生呢都得利益。所以的一是各篇，不是圆融的，理是圆融的程度人深的人听得很深，程度浅的他听得就很浅显他都能够得利益随着听众不一样所以利益有各有偏以其顿机难得，圆顿根基才能够听到圆融之理，毕竟是少数在会的这些菩萨中没有问题，声闻以下的都得不到圆融。是以教理虽圆虽顿顿是超越一切，忘机这个机是学生
要是从学生这边来看呢，个人程度不一样，顿就变成见了，语言就变成偏了，这是八万四千法门呢，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净土是例外，这个很特别。净土说圆顿，它是适合各种不同根性。理是圆的，方法也是圆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真心。这个真心难呐。切愿。念佛。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说的很详细了。这一句佛号实实在在的。不但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的总纲领。他同时又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教的总纲总名称。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梵语，翻成中国字的意思是无量觉。阿梵作无，弥陀梵作量，佛梵作觉悟的觉。那么我们想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呢？因此阿弥陀这个名号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德号。是果德，不是因，不是因行，是果德。就像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字根呢，根就是一个字，亲，父子有亲呢，这个亲是亲爱呀。中国文化就从这个根生出来的，这是性德，这不是人教的，天性自然就有的。我们的老祖宗知道啊。如何让这种亲爱在一生当中都不会变质？这个父子的亲爱，那就得要教育，要教育，靠教育。所以教育第一个目标，主要的宗旨，就是如何让这种亲爱在一生当中不会改变，能保住。第二个目标，如何让这种亲爱发扬光大？爱兄弟姐妹，爱家族，爱邻里乡党，爱民族，爱国家，到最后凡是人皆需爱。所以中国这个教育是爱的教育。从这个爱的这个爱字才流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我们看看儒家四书五经十三经。哪一个篇章能离开这个标准？所以这是总纲领、总原则，乃至于包括后来的四库全书。都不能离开这个宗旨，叫正法救助啊。那么佛法里面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无量觉，这个里面意思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一切法通通含摄在其中。
所以它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啊。啊，这点说得很好啊，圆满俗即利益，这是净宗。净宗代表的就是这部经。下面这是念老的话：盖知乞讨圣教，虽具圆融之理，但众生根基粗浅，莫名其知，无有念结起心，耳蒙法意。啊，这是说圆顿教啊，它太高了，不是普通人学的。啊，所以释迦佛教学，我们看他这个时代五十，华严不算。华严是定中讲的，对化身菩萨讲的。啊，我们应该从释迦牟尼佛出定，在鹿野园开始教学。阿含，阿含是小乘，想办小学，12年，奠定佛法的根基。这12年最重要的行门就是四禅八定，啊，完全把婆罗门教的东西拿过来了。啊，方法是婆罗门的，但是里面内容有大乘的意思在里头。啊，那不是婆罗门教所有。啊，佛只取他四禅八定，啊，小乘能证阿罗汉果，能入圣人的戒位，啊，婆罗门教没有破身界，没有破边界，所以他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啊，佛教小乘人要断见思烦恼，见惑断了，就证虚陀洹位地位了。啊，虚陀洹是圣人，三种不退转，他证得了位不退。啊，他不会退落到凡夫。换一句话说，他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这个比婆罗门高啊，婆罗门这一点做不到啊。啊，他会堕三恶道啊！啊，那么这也就是前面讲的，讲到断惑难，不是一个容易事情。那么再进一步把思惑断掉，见惑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啊，这个放下来了，你得到正知。真见啊，似乎是错误的想法，是思想，我们想错了啊。我们看今天的社会啊，今天社会绝大多数的人，他想的是什么？我们用佛经上的术语，贪嗔痴慢疑，他想的是这个。
这个东西在佛法叫五毒啊。与生俱来的五毒，这个不是学的，过去世世代代累积留下来的，每个人都有。啊，我们的身心不健康，受这个影响。啊，我们今天的环境，居住地球环境，啊，社会的混乱，地球上的灾变，与这个都有影响，这是因的。啊，缘，佛家讲因缘果嘛。啊，缘是讲性情。浮躁啊，我们常讲心浮气躁啊，表现在外面呢，怨恨恼怒烦，于是这因缘一合起来，它就现行了，就造业了，造的是什么？杀盗淫妄啊，增长了自私自利，所以社会乱了，人心坏了，啊，天灾人祸降临了，啊，多少人想拯救这个社会，希望呢恢复安定和平，有没有方法？有，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像美国布莱登博士所说的，他说的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啊，只要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啊，真正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社会就安定了，灾难就化解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现代的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他说出一句话。一心空悟啊，我们用善心就能控制物质现象啊，跟佛法讲的一样，佛法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科学家讲以心空悟啊，意思完全相同啊，一切发从心想生的，因为我们的心想不善了，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改变过来心想都变成善的啊。五毒我们中国老祖宗就有办法把它解除掉了啊，我们老祖宗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哎，就把五毒破掉了啊。仁就是不杀生啊，义就是不偷盗啊，啊，礼就是不邪行啊，啊，智就是不疑惑啊，不愚痴，智是不愚痴，性是不迷惑
这五毒就破掉了。中国人讲无常，在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前呢，不是在之后啊。啊，我们老祖宗有佛菩萨的智慧。啊，佛法传到中国来，把我们老祖宗的话也证实了。啊，所以佛教到中国，立刻就被中国四大夫所接受。啊，那么我们今天要想拯救社会、拯救地球，靠什么？教学，就靠文化了。文化是人类的灵魂呐，教育是文化的生机，在全世界，这汤恩比的话，只有中国古人懂得教育，他们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成果。这是外国人讲的，讲的一点都不错。啊，中国自古以来长治久安，靠什么？靠教育。只是最近200年，我们把教育疏忽了，接受西方的文化，对中国老祖宗东西产生怀疑。啊，对。民族自信心失掉了，我们遭这个难了。啊，现在靠外国人点醒，我们怎样恢复民族自信心？啊，再回归到教育，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啊，他的教学我们能看得到的，分4个阶段：阿含好比小学，方等好比是中学，阿含12年，方等8年，20年。然后再讲般若，般若是圆教了。前面有20年的基础，这是讲般若。般若讲了22年，啊，般若是真实智慧呀。啊，智慧从哪里来的？从禅定来的。前面有20年的定功，啊，四禅八定是初级的，是最先12年修的，方等的8年就超越了，这菩萨的定功了，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可以接受般若的教学，啊，这22年、22年，啊，由此可知，它是释迦牟尼佛教学最主要的一门功课。啊，最后法华8年，那是研究所啊，帮助菩萨提升成佛。啊，一乘佛法，等于说拿到最高的学位，啊，佛门里面，佛陀是最高的学位，相当博士。菩萨是第二个学位，相当硕士。啊，阿罗汉是第3个学位，
相当学识啊，那就是阿含毕业了，学识就拿到了，成阿罗汉啊。这是佛教学位的名称呢，这个要知道啊，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啊。所以大乘教上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啊。华严佛说的更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说的多好啊！啊，大乘教佛常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皆当成佛。啊，成佛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福慧双修啊！圆满就是佛。方等般若法华，都不是初学人能够学习的。啊，佛在《佛藏经》里面说了一句话，说得好，告诉初学的弟子：啊，他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由此可知，佛不赞成劣等，一定循序渐进，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啊，一定是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这样学习啊，不可以劣等啊。但是我们中国最初完全遵守佛的教诲，唐朝中叶之后，我们的祖师大德改变方法，不学小乘啊，用儒跟道代替小乘。这个做法没错啊，唐朝中叶到今天差不多1400年，这1400年当中，各个宗派里面所出的人才不少啊，啊，宗门明心见性的，教下大开元解的，真有啊，啊，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没做错事情，啊，用儒跟道代替下这，格外亲切。啊，那么现在的麻烦在哪里呢？小乘不学了，儒也不学了，道也不学了，直接要学大乘，问题出来了，学成四不像了。啊，所以现在我们也希望佛法能够再兴旺起来，要怎么做法？要用儒跟道做基础啊，儒最低限度，儒家的戒律就是《弟子规》，啊，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就是四书，四书里面《大学》《中庸》是《礼记》的两篇，啊，《礼记》除这两篇之外，还有几篇必须要学习的，《去理》，啊，《去理》是属于戒，《内则》也是属于戒，啊，《学记》。是儒家教育哲学的主要一部书啊，《乐记》
啊，有几篇东西一定要认真学习。啊，道家至少老子，啊，庄子那一篇第七篇，你有这个基础，你再入大乘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就叫学小乘。啊，小乘比较凌乱，分量又太多太杂。啊，经典翻译的并不很流畅，不太好读。啊，那就是四阿汉了。啊，古人教给我们这个方法是有道理的。啊，这一千多年，这个教学它有成绩，我们看到的。啊，所以学不可以劣等。啊，话说的很简单啊，可是真正做起来，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都是中年以上了，哪有那么长的时间来学习？啊，难得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净宗，遇到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真不容易 啊！难得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他这个注解是集注啊，不是他自己做的啊。夏老是集结经，把五种经汇集成一种，给我们带来的太大的方便了啊！集注，你看看，黄念老注这个经本，他引用的经典83种啊，引用古中古今中外祖师大德的著述110种，总共193种，读这一部注解就读了193种的经论，古来祖师大德的著作，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大小乘10个宗派，这个思想都在这里头。这是佛门一部最难得的好书啊！我们有缘遇到，不是三生有幸啊！像开经偈上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吉清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怎么会逢到了啊？逢到要认识，不能当面错过，要好好的把它抓住，不能放松。为什么？这一部经对我们来说绝对有利益，绝对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生死问题，它能帮助我们啊，大问题能解决，小问题就不必说了。我们再看下面问：是故法虽圆顿，但以行人机前顿法就成见法了，
圆法就成了偏法了。刚才我所说的，啊，就不圆不不，啊，不圆不顿了。但净宗则不然，人人能行，戒得真舍之理，不老断惑，直出三界，故实实在在的为顿中之顿，圆满之教，这圆中之圆啊，尤其是这个本子，他就具足了明显的代表啊。烦恼要不要断？不需要断。业障要不要去化解？不需要化解。只要你真信，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要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我这一生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业障不消，自己消掉了，烦恼不断，自己没有。他妙就妙在此地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今天科学家讲的一心空无，这是理，理上讲得通啊。啊，所以我早年跟李老师学教，老师常常劝我们换心。怎么个换法呢？我们现在的心是贪嗔痴慢疑的心，把这个心换成阿弥陀佛的心，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心，这一换了，什么业障烦恼习气全没有了，通通换掉了，这方法是真好啊。啊，我们如何具体落实学这部经教就落实，就是天天读经，天天在一起分享，天天在一起念佛，不就换过来了？不知不觉地换过来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业障都消掉了，啊，而且非常快速。你要问多长的时间，真正用功一年足够了啊，三年圆满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你就能看到事实真相啊，确确实实。你看自古以来念佛的人，三年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生病啊，啊，清清楚楚啊，身体健康啊，一丝毫毛病，说走就走了，啊，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才叫真正往生，啊，一般念佛人走。啊，还有很多人往生走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这不可靠。大家给他助念，念念阿弥陀佛，他想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人助念，自己跟着念念那个心，那个符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标准。啊，最后一念呢是佛号，一念十念决定往生啊！如果最后走的不是清清楚楚的，那就都靠不住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可是助念有瑞相，让身体柔软啊，这个容光很好，
啊，这个只能够说他决定不堕三途。啊，人天福报都有瑞相。啊，往生最可靠的是他走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在旁边的人，我看到佛来接引我了，我到极乐世界去，那个一点都不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知道争取，不是难事情。难在什么呢？难在我们放不下。你真放下不难呐，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真的，都从妄念上产生。啊，他讲的事，讲的理，都跟大乘经上说的一样。啊，佛在3000年前讲清楚了，现代科学家把它证明了。啊，能信的人真正有福。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云中朝。此经为无着卧室之无上体乎？啊，我们看黄念祖居士的注解，又云中朝云，这是优希大师的作品《阿弥陀经》注解。他说：“云顿法门，亦必须先开缘解。”而次修圆行，破三惑而方证圆果，一切不退。这是什么？这是一般讲的圆顿法门，啊，是讲什么？华严、法华、三论、禅宗，啊，这些都是属于圆顿法门。它的条件呢？一定是先开缘解，这一条就难了，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在大乘叫上上根人才有份呢。啊，所以先从教下手，就好像我们要旅行行路，在未起步之前，先研究地图，这个路怎么走法？啊，我们用什么交通工具？走哪一条路？研究清楚，这是上路啊。经教没别的，就是要我们先理论搞清楚了，你相信了，不怀疑了，得有理啊。然后事呢，要搞清楚了，你不至于迷失啊。自己到什么样的境界，自己很清楚啊。你比如大乘教里头，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你到哪一个阶段清清楚楚的？像在学校念书，我中小学毕业了，中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啊，没有不清楚的，啊，一定要破三惑，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叫三惑，你才能证圆果。圆果就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这才能够圆证三不退。
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不是容易事情啊。心不清净，你就没法子入门。我们这个经题上后半段的清净平等觉，那就是标准。你的清净心，也就是一切精神跟身体的染污，你都放下了。七情五欲是染污啊，七情是里面的染污啊，五欲是外面的染污啊。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呀，内外的染污统统放下了。你才得清净心，清净心是什么阶级？阿罗汉呐。那不错，超越六道轮回了，没出十法界。再往上提升的平等心，平等比清净高啊！没有分别才平等，有分别就不平等。有七情五欲就不清净，平等心现前了，再向上一着就大彻大悟了，觉就是大彻大悟，超越十法界了，生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那么也称为一真法界。为什么称一真？十法界不是真，它是无常的，刹那刹那都在变化。诸佛如来的十宝图没有变化，所以称为真。那个地方的人寿命很长，无量寿啊，可是你看起容貌他永远是年轻的，他没有改变啊，一切法都不变啊，树木花草常青啊，山河大地永远是那么样的美，他不会改变。为什么？那个地方的居民心地清净平等觉，所以感得的报土就是这样的。不，一切法从心想生吗？设报土的人没有心，没有这个妄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居住的环境就不变了。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可以做实验。我们如果说是妄想分别执着少，人老化就很慢，这就证明啊。如果我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那我就不老了。年岁再大，看起来像年轻一样，不老了，就这么个道理。那么什么叫年老化得快呢？古人有一句话说，忧能使人老，忧虑太多，妄想太多，分别执着太多，就很容易老化。四五十岁就看起来就像七八十岁一样，就老了。我们从这个经验当中就想到佛给我们讲的十宝图的人，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所以他不老啊！长生不老，
长生是无量寿，没有衰老。啊，无量寿佛没有看到他长胡须啊，他很年轻啊。我们从这里慢慢去体会去。啊，虽然我们常讲人要活得很幸福，什么是幸福？没有分别执着就是幸福。在一切境缘当中，啊，物质环境、人死环境，物质环境里头有逆境、顺境，人死环境里头有善缘、恶缘，都不动心，都不起心动念，这个人就过得圆满的幸福。啊，外面怎么变没关系，要知道自己不变才行啊。啊，学个本事，那就佛菩萨的本事是什么？不受环境转变。不受环境的影响，你真正做得了主宰。我们再接着看下面文：今次但说彼土一真二报，这是这部经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依报是介绍那边的环境，正报是介绍那边的佛菩萨。啊，极乐世界自始至终，不但这部经，佛在一切经里面代说净土法门，大概将近200种。啊，专讲西方极乐世界是三种，这部经之外有阿弥陀经，有观无量寿佛经，这个三经是专门介绍。我们没有看到极乐世界有国家的形象，也没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有社会的现象。啊，没有介绍极乐世界有政府，啊，有国王，没听说过。啊，没有看到极乐世界有男女老少、士农工商，真没有说过。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情形呢？最特殊的一个情形，极乐世界没有空间维持，极乐世界没有时间，就是时间、空间在极乐世界不存在。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先后，哦，那个人是早往生的，我是后往生的，没有，他平等的。啊，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啊，而且极乐世界是化身，所以他没有男女老少。啊，身是变化身，它不是胎生慢慢长大的，不是的，它是化身。到那个是世界，身相现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32相、80种好，
是释迦牟尼佛方便说。啊，因为古印度认为这个世间的贵人、富贵人呢，都有32相、80种好，是随顺世俗说的。啊，实际上《观经》上讲的好，啊，说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相有84000好，84000是表法，不是数字，代表圆满。那我们中国人讲圆满，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用无量代表圆满。啊，佛经里面用84000代表圆满。啊，就是你找不到一丝毫欠缺陷的，你这个世界多好。啊，为什么不去？我对他有怀疑。我很难相信他，这是真正的原因。啊，我们学佛，时间过得真快，一甲子了，60年了。啊，《大小乘经论》也都涉猎了。啊，讲经分享。53年，53年没中断呢。啊，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真相心净土，真相心阿弥陀佛。啊，真正相信，我修学这个法门，决定往生，快乐。啊，佛教给我们，我们一定要遵守《金刚经》上所说，法上印时，何况非法。那个法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要删掉，不要放在心上。非法是世间一切法，那什么样呢？恢复我们自己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本来佛了。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的心本来是清净平等觉，你现在只要彻底放下，恢复你清净平等觉，那么极乐世界就是清净平等觉，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平等觉。我们跟阿弥陀佛不是同在呀，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呀。我们跟极乐世界不是往生的，我们跟极乐世界是荣辱啊。这个道理你要懂啊，你要相信啊，啊，你可不能再走错路了，对这个世界还有丝毫留念，你就错了。这一次的机缘你会丧失掉了，啊，通通放下，丝毫不再留念了。啊，所以我从去年清明啊，我们开始分享分享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过去无量寿经我讲过10遍。啊，去年这一遍是第11遍。完全来分享注解，念老的注解。信心就圆满了。啊，到今年9月18圆满，一共讲了1200个小时。
啊，给我预定的，完全相同。啊，我85岁了，早就该死了。上天给人的标准，人有春夏秋冬四季。出生到20岁，春天，人生之春呢。20到40，人生的夏天。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60到80，是人生的冬天。80岁以后该走了。啊，我这还没走，大概是佛菩萨要我给大家表法。最后表什么法呢？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我要落实《金刚经》上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与世间法统统放下，就这一部经，一句佛号，我活多少年，我就干多少年。啊，一年讲一遍，一遍大概是1200到1300个小时。啊，这个经你讲明白。啊，现在这个本子，我们把科判汇进去。就非常圆满了。啊，有科有注，啊，注解完全用黄念老的注解，集注。啊，这个本子就非常完整。啊，如果我能够再活个7、8年，我就会讲到10遍。啊，10遍留给后人，把这10遍再汇集成一部，我想那是后人的事情。啊，那么这一部经就能帮助末法9000年的众生念佛往生净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极乐世界，啊，不是假的，啊，所以对于极乐世界的环境，极乐世界这个正报，正报是在讲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只有2种人，在经上我讲，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一个是学生，往生的人，啊，菩萨去往生的高级版，啊，声闻去往生的，就有修有证的中级版，一般人去往生的初级版。极乐世界有3个版，初级版在同居土，中级版在方便土，高级版。在十报图，但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啊，我们最喜欢听的初级班呢，享受高级班同等待遇，这个了不起啊！所以显示出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高等的享受。啊，无论是物质、精神享受，都跟十报图平等，就是跟菩萨平等。为什么？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就是高级版。你看，一致为开启身心呐。啊，这部经能帮助我们开解，帮助我们升起信心呐。切热持名，一心不乱，以为造修行门。你看多简单，修行多久啊？7天就行了。
有没有例子？有，历史上真有这个例子。啊，他相信，真相信，一点都不怀疑了。啊，七天七夜就成功了，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还有寿命不要了。啊，阿弥陀佛就能接引往生。临命终时啊，接得往生。一戒八支，支阿毗八支，一为不退，啊，阿为八支就是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法身菩萨，啊，禅宗里头一定是明心见性，才是这个地位。那么我们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初级班一年级也享受阿毗跋致的待遇，故知此经呢为无着我师之无上体乎啊！在无着我师里再找不到这部经典了，再找不到这样的法门了。啊，这个法门我们得到了，就成功了。换一句话说，得到就等于成佛了，你要不要？你还留恋这个世界吗？这个世间的苦难还没有吃完吗？还不够吗？这个机会错过了，下一次再碰到不知道是哪一劫，啊，不可能是来生会碰到，不可能，太难了。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逢啊。得人生不难，闻佛法遇到这个法门真不容易。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重视啊！故知此经为无着我师之无上菩提乎？提乎是比喻啊，提乎是饮料，人间的，这是印度话，饮料里面最好的饮料。啊，天上的饮料最好的是甘露，我们没见过。啊，醍醐是人间的，古印度佛陀在世的时候，最好的饮料叫醍醐。早年我们初学佛的时候，道元老和尚，啊，他是我的德界和尚，也是个讲经的法师。一生讲经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醍醐不晓得什么东西，还有个阿摩罗苦，这佛经上常常举比喻的阿摩罗苦，不晓得那两个什么东西啊。那么台湾宗教界佛教界组了一个朝圣团到印度去朝圣，他参加了，一到印度就问印度人阿摩罗果是什么？你拿一个给我看看。拿来了，哦，一看台湾有啊，叫巴拉，台湾叫巴拉。印度的阿摩罗果，那醍醐是什么？拿来我们来看看，欣赏欣赏。端上一盆来了，撒拉。所以说，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这最好的饮料啊。所以这才晓得。这时候佛用这个来做比喻啊，醍醐上加个无上是最好的啊，可见超逸业余上瘾日德日本的大德他们的说法相同啊。
那么这些日本的大德都是隋唐时候在中国留学，许许多多这些高僧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智者的学生，传天台的都智者学生，传净土的都是善导的学生。且所谓无上醍醐，自然呢，应是切机切理，最极圆顿的深究，这之本经呢。我们可以说，切理、切机、最极圆顿的经典，就这部经，我们要珍惜它了。我们要大量流通啊！不许可里面有一个错字。将来再做一个复册，这里的一些难字，都应注出来，名词术语注出来，作为一个复册。对初学的人就有很大的帮助。底下第六段，第六段说什么呢？专、顿、真、圆，绝对不二之教。讲这个，我们看注解啊，是以日本秃超里面说，就顿教呢有二教二朝，这叫顿教。二教者，第一个是难行甚道之实教，是对全说的。全是什么？是小乘，说是大乘。是讲真实的，因为佛说法一生教学，它根据什么？它是一真俗二谛，它就凭真俗二谛给一切众生讲经教学。所谓真谛，是它清正的，不是凡人境界。他清正的，譬如讲到宇宙的缘起、万法的缘起、生命的缘起，我从哪里来的？生命包括一切人，人里头我从哪里来的？像这个问题，佛所讲的真谛。为什么我们常识都达不到？但是真谛里面现在一部分呢，科学看到了，这最近的量子力学家他们看到了。我看这些科学报告，好像他们宏观宇宙，他能够看到90%的宇宙不见了。能够探测得到的宇宙啊，只有10%。这个说法就不是普通人知道的事情。微观的世界呢，他们看到阿赖耶了。阿赖耶不是一般人能见到的。小乘佛只讲到60%。莫那跟阿赖耶佛在小乘里头不讲的，大乘里面才讲。所以这个圣教的实教，实教是大乘，跟你讲真话，讲实话。所谓佛心，这是禅宗的，
真言是密宗的，法华华严等教，这都不是初学人能学的。第二个呢，易行的，前面是难行的，不是上上根不能接受啊。易行呢，是净土本愿之教。本愿是释迦牟尼，是吧？是阿弥陀佛的48愿。所以本愿呢，都是讲弥陀的48愿，大乘，大无量寿经等。这是二教。说二抄呢，一个是竖抄，一个是横抄。真界是人，真界是日本的。由自力修断，故名竖抄，靠自己的力量去修，去断烦恼，消业障，这叫竖抄。净土本愿，真实由他力故。超越成佛之法，故名恒超。所以净土是属于恒超，它不是自力，它是靠他力。但是他力跟自力融合成一体，这才行。如果自力不能跟他力融合，单靠他力是讲不通的。那当我们不必修了吗？阿弥陀佛不把我们超度，他就不慈悲了。这个话讲不通啊！所以必须你要能够相信他，你要能够依照他的方法，那就是李炳南老居士叫我们换心。我们真肯换吗？我们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阿弥陀佛力量加上了，真的。自自然然就把你的业障消掉了，把你的烦恼断掉了。我们的真干呢，真换了，不换不行了。那心里换成阿弥陀佛，你怎么能不到极乐世界？没这个道理呀！所以决定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跟极乐世界融成一体，这个重要。真正一融，我们现在就快乐无比呀！为什么那么快乐？没有烦恼不就快乐了吗？没有业障不就清安了？就这么个道理，得赶快换呐！所以恒超之顿呢，持名顿中之顿。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念佛，心里头阿弥陀佛，口里面是阿弥陀佛，时时刻刻不离开阿弥陀佛，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从有念慢慢到无念。无念就超越了，念到功夫成熟的时候，自他都没有了，自他有还是二分呢，自他没有了，阿弥陀佛跟我融合成一体了，没有自他了，极乐世界跟娑婆融成一体了，也没有什么东方西方了。以上诸德，贤尊善导大师之说，判本经为顿极、顿殊、圆融、圆满之教。
我的根性是中下根性，不是上根。哎，而且不轻易听别人的话，老师怎么劝我都不相信，半信半疑，但对老师很尊敬，不排斥就是了，不回报啊，但是不能接受啊。我接受净土，跟诸位报告过几次，我是从讲华严经、讲法华经、讲楞严经啊。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楞严经，我记得讲了4个月，讲了一半，因为签证呢只能到4个月，没讲完，讲了一半。那一次讲的很详细，是从这些大经里面看到了文殊普贤、观音实质、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学教，对佛教喜欢的人研究教，没有不佩服文殊普贤的啊。文殊普贤是我们的偶像啊，结果看到他们都是求生净土啊，那么恳切，而且是率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师一同去到极乐世界去礼拜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求教，这才升起信心啊。啊，要是没有看到这个光景啊，我们很难相信。啊，当然这一部集注给我们帮上太大的忙了，我们哪有时间去看这么多书啊。啊，这是黄念祖，黄念祖老居士对我们末世众生布施的恩德了，整整用6年的时间啊，把这么多的经论注解收集到这来，注解这部经典。如真结称本经为专中之专、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真圆中之圆、绝对不二之教、一乘真如之道。这个赞叹到基础了啊，再没有办法比这个更高的了。这些人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那么善导大师，有人说这传言很多，说他是阿弥陀佛应化到中国来的。我到日本去访问，问问那边现在这些大德们，日本有没有这个说法，说有，日本人非常相信。日本人对于祖师的崇拜超过佛陀。诸位要到日本去观光，稍微留意一下供佛的大殿，殿很大，佛像很小。供祖师的那个殿呢，殿也大，像也大啊，祖师的像有个塑的像人像一样啊，有一个真人一样，那样高大，可是塑佛的像都这么小啊，供在那个殿上，不注意都看不见。他们对祖师非常崇拜。下面第五段，印光大师赞要解。
故佛出世，重铸此经啊，也不能高出其上。啊，我们看注解，弥陀要解云：释迦一代释教，就是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为华严名一生圆满。一生圆满成就，理论方法讲得最清楚，就是《华严经》啊。不但对这个，可以《华严》确实是大乘佛学概论。理讲得非常清楚啊，华藏十戒品跟我们讲今天的宏观宇宙，世界成就品跟我们讲宇宙的缘起，万法的缘起，生命的缘起，啊，接着给我们讲怎样超凡入圣啊，依据这些道理修正我们的心性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啊。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有心理的行为，有身体的行为啊。佛法讲身口意啊，身是造作，口是言语，意是思想见解，错了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就是修正身口意错误的行为啊。修正呢，那就是佛嘛，错误了就是凡夫啊。啊，那么修行的阶段，你看它分51个阶级，就像念书一样啊，一年级、二年级，摄信小学，啊，摄住，我们把它比住吧，初中，啊，摄回向高中，这个摄行高中，摄回向大学，摄地研究院，啊，等觉布施班，我们把它这样子一比，大家就很清楚。一共51个阶级啊，小学10年级，1年级到10年级，中学也是1年级到10年级啊，所以一共51个阶级啊。学满了就是妙觉，妙觉就是拿到博士学位了啊，最高的学位拿到了啊，方法了讲得非常非常圆满了，不但有理论有方法，后面还带表演。善财童子53财是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当年方东梅先生把这个介绍给我，啊，告诉我这是全世界，啊，哲学书里头第一部，没有比他编得更好。圆满的理论，周详的方法，后面还带精彩的表演啊，做出来给你看。这这样的教科书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种啊。啊，所以老师对这本书非常欢喜。啊，早年在香港新亚书院的唐君毅也是方老师的学生啊，好像我77年来讲经他在
他在想，再想高。而一生圆满之因呢，则幕后普贤行愿品中，十大愿望道归安阳啊，安阳就是极乐世界，且以此劝尽华严海众啊，华严海会的大众，也就是十方世界修行超越十法界，都到哪里去了？都到华藏世界去了。就修一般的法门，都在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就是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啊，文殊普贤率领华藏世界这一些41位法身大士。啊，到极乐世界啊，这无比的殊胜啊，诸佛菩萨这个海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沙劫，我们要学习，我们的量也是这么大。你想想看，一般我们以道场来说吧，把它缩小，这个道场里面的修行大众，如果有人把他带领出去啊，去到另外一个道场去学习，这个道场的主人能欢喜吗？啊，我们的人啊，怎么能把他都带走啊？毗卢遮那佛不然呐、啊，看到文殊普贤把他们带到极乐世界去，去拜阿弥陀佛，欢喜呀、啊，认为他们做得好啊，做得对呀、啊。原因是什么呢？在华藏世界修行，41个位次也是庶出啊。到华藏，到弥陀极乐世界去，那41个位次可以横出。换一句话说，在时间上啊，大幅度的缩短了。啊，菩萨成佛那个时间缩短了，好事啊！所以毗卢遮那佛欢喜，一点障碍都没有，一丝毫嫉妒心都没有。啊，做对了，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例子，回头再细心去思维，去观察。极乐世界有大道理，太深了，我们不能懂，不能接受。啊，是我们自己浅薄。啊，看到这些情景，了解了。啊，再深入，慢慢就不一样了。啊，凡夫劣登不出，这是极乐世界稀有庄严之处啊！因为生凡圣同居土都是凡夫，不是圣人的啊，也就是六道凡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凡圣同居土啊，但是到极乐世界就得到
不处菩萨的待遇，这怎么可能呢？不处人等觉菩萨了。偶耶大师的话绝不是随便说的，这是一代的宗师，他说的话一定有根据。我们常常想凡圣同居土在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借作阿惟越致，阿惟越致一般上来说，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都叫阿惟越致。啊，最高的是等觉，这跟最高的平等的，不是跟初住、二住平等的，跟等觉菩萨平等。你能相信吗？谁不相信？华藏世界的菩萨不相信，所以一定要亲自到极乐世界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啊，他去一看才晓得是真的，不是假的，不可思议。这个东西让我们也细心地去在想，究竟是什么道理？我们今天看到外国科学报告，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我从这里体会到一点，啊，为什么凡夫在极乐世界有等觉菩萨的待遇，念力，谁的念力？阿弥陀佛的念力。阿弥陀佛凭什么？那我们从这本书里就看到，受五戒之前叫大戒，受五个大戒之前，阿弥陀佛那个时候没成佛，菩萨。啊，行菩萨道，发48愿。啊，愿发了之后，愿要兑现。愿发了不能兑现，是假的，不是真的。怎么兑现？得修行。啊，要积功累德。修多久呢？五戒修行。五个大戒，大戒是世界，沉住坏空一次是一个大戒，五次沉住坏空，这么长的时间，把48愿愿愿都兑现了。所以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去施工，他是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它是变化出来的。阿弥陀佛愿愿都圆满了，他今天用这个来加持你，我们今天就去加持假的，我们念起不见加持那时候不管用啊，没做到有口无心啊。阿弥陀佛加持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同时，世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十劫了。这个十劫当中，阿弥陀佛戒引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主要是六道众生。啊，六道我们都加个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真心，真愿意去，真念阿弥陀佛，
啊，这就是有缘的。信不愿意去没用处，去不了；愿意去不念佛也去不了。啊，欧益大师讲的，他的条件就是真信、切愿、念佛，这三句话。你做到了，跟弥陀就有缘，你就决定的是，就这么简单。啊，但是不相信的人多，相信的人太少太少了。我们如果要是命短，啊，我的命实在讲，早年人家给我算的，我相信，我的命只有45岁。45岁那一年往生，能不能往生没把握。啊，那寿命延长了40年，现在往生有把握。啊，这是寿命延长对我最大的好处。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会相信啊。这么长的时间的时候，在大乘经的熏习，相信了。啊，就相信之后，我要做一个好样子给大家看看。啊，一门深入，长时专心，熏修。啊，就这一部经，一句佛号，我其他全放下了。啊，你们喜欢去努力，84000法门，门门都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从礼仪上讲的，啊，事上个人根性不相同，程度不一样，缘分。差别就很大了。啊，所以大师在此地惊叹了，都是做给我们看的，其长即短。这个长道不是平常的，是非常殊胜奇特。啊，这个谈就是讲这部经，教导我们修学这个法门，这登峰造极，不可测度。不但凡夫不能测度，声闻缘觉菩萨都没办法测度。华严所品，却在此经。啊，华严到最后，真正圆满成就啊，就在文殊普贤、十大愿王道归记录，华严经才得到圆满。啊，所以这个经是华严的归宿。啊，我学习经教不多。啊，我学华严，学法华，学楞严。这些经最后的归宿都在极乐世界。而天下古今，信者信心亦多，心是少。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啊！此番异事啊！啊，此时言语啊，说的太多了，但是义理不明显，就像日月之时一样啊，讲的人多。为什么此番一时？
与前面讲的信心有关系。啊，印光大师说的非常好，凡是圣贤之学，跟我们现在一般学说不一样。所以现在人学圣贤之学，最大的困难是受近代的影响，学说影响，近代崇尚科学，啊，科学崇尚物理，物理崇尚怀疑，那圣教一怀疑就完了，啊，这跟中国传统啊完全相悖。中国这个教学从小就教你信，不教你疑，啊，仁义礼智信，哪有怀疑的道理？啊，心里面最重要的是自己，你才会有成就啊！啊，中国古人教学，首先你看《三字经》是小孩上学最初读的第一本书，你看头一句话就教你：“人之初，性本善。”要相信自己的本性本善，啊，本性本善就是圣贤呐。换一句话说，相信自己本来是圣是贤。那教育是什么？就是恢复圣贤。你看释迦教人，《华严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都叫你信心啊！你要相信自己是佛，你才能成得了佛。你不相信自己是佛，你绝对成不了佛。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没有人叫怀疑的。啊，那么现在的量子学家提出来了，啊，这近代300多年的科学，这有一桩事情值得质疑，就是二分法，啊，把这个物理跟心理分成两门，啊，这是不妥当的。因为物理跟心理是分不开的，是十一不是二。啊，德国的普朗克博士，他一生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被他看出来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为什么呢？他发现了佛经上讲的阿赖耶，跟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一样啊。不过他是从物质下手，物质到底是什么回事情？最后发现的物质是意念变现的幻象啊，所有一切物质的基础啊。是心念啊。那佛在经上讲，意念不绝而有无明，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业相，业相就是科学讲的能量啊。能量从哪里来的？自信里的本有啊，不动，你不会发现它，你感觉不到它。啊，一念不绝，你就看见它了，你就能发现它。有能量，变现信息，
有信息变现物质，所以物质是第三个现象，能量是第一个，信息是第二个，物质是第三个。在阿赖耶的名词上，阿赖耶相是第一个，转相是第二个，境界相是第三个。啊，这就说明心跟物是一体，不能分割。啊，分就错了，问题出来了。啊，现在物理出了问题了，不能解决了，心理能解决。等念头转过的时候，就能帮助他解决。科学举了很多的例子。啊，意念的能量太大了，不可思议。啊，欧耶大师这些话真太正确了。啊，愚唯有破心立学而已。这是说他写这个《弥陀经要解》，写《弥陀要解》是欧耶大师破心立学，来劝告大众啊，这个法门殊胜的，这法门重要，只有这个法门能解决问题。啊，下面这一段都是要解上的。要解佛云：故当来经法灭尽。啊，总有这一天，佛法灭了，在这个世间灭了。特留此经，指无量寿经。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部经。啊，到最后，它还能够在这个世间流通100年，广度汉室。啊，阿且陀要，阿且陀是印度，这个印度梵文，啊，这个药什么病都能治，而且都能治好，好像中国讲的万灵丹一样，啊，是万病总治。把这个呢，这部经呢，比喻作阿且陀药，啊，什么病都能治，业障深不怕，烦恼重不怕，什么都不怕，只要碰到它，你决定能往生，决定能成佛，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啊，华严里头最奥秘的法华的秘髓，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就圆满了，一切诸佛之心要，一切诸佛的心都是希望众生快快成佛。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句这一愿呢，是诸佛的心要啊。菩萨万恨之死难。84000行门。都是指归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这一部经是走在最前面。啊，因为它最快速，它最稳当，它最可靠，这皆不出于此啊。于广探俗啊，穷皆莫尽。啊，要想细说，说一节都说不完。弥陀
要解上的话，欧耶大师的教诲啊，我们这次遇到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真干。成功的秘诀六个字：老实、听话、真干。听佛的话，听祖师的话，依教奉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